对面火舞在偷袭小乔，我一个王子之拉直接就拉偏了他的大招，挡一下。哎我这火舞有点东西啊，但是东西并不多，不就是个二闪吗？他现在没技能了，二技能加速，直接就大闪给他绑住啊。大家稳住，我们能翻盘。老头是什么英雄？是单挑王，我现在三分之二血进塔，先吃口药，拿防御塔的被动，直接先把这个扁鹊带走，然后扛着防御塔的伤害就强拆，不停刷出二技能减伤，配合鸡鸡公主的回血拆完塔，哇，一滴血都没有掉。你看这狄仁杰还不跑，要么说他是蓝标呢，就一点不会玩，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我这一个大闪过去，回手啪，哎，真服了，真是的。嗯，吕布怎么跑我们家红区去了？四分钟前的保护机制没过，他敢跑我们家红区去，那我必然不可能放走他。正常老头这个时候可能会去追他，但我就在这里徘徊，不给他任何一丝逃跑的机会。你看他往哪跑，我就往哪堵他。他往哪跑啊？跑不掉的。他闪了，那我也闪。哎，哎，哎！我不拿出点真本事来，你们真以为我是下饭主播了？先手捆住狂铁，我这一顿小乱棍，狂铁那必然是不是对手啊？队友还给我发信号，还让我撤退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没有撤退可言。什么是猛男？这就是猛男，姜子牙过来抓我，把他揍一顿，让他长长记性，定教这老头不敢再犯。血量不是很健康啊，这姜子牙还搁这住着呢。摆头躲个大招，他一二技能好了，不要去清这个兵，骗他的技能。好啊，没骗成功，完了，我得死，坏了，我得死，吃药吃药，嗨，我吃到药了，好了，证明一下自己啊，我去找这个凯单挑，好吧，拉过来 A 一下，捆住我，先手绑住我。哎，我来了，我狙一枪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死了，哇，来来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不太对劲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啊，其实我是杀伤，你捆他捆他，捆了捆了，拿蓝了，上路你可以拿蓝了，兄弟。没事没事，他打不过我，操，他一刀差点给我砍死。再来一枪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哎，下路上路加油，上路加油，打了。啊！这也能喂怎么？我们这一波顶级配合。那我们就再换一把素材吧。哎，我今天换多少把素材了都？这把对线的是个木兰啊。其实，在木兰中间蓄力的时候动手，反而是最好打的。你看，他蓄力完了之后，切心剑打尾套沉默，玩二技能一开根本就不疼的。而他此时中间还有 CD， 等他中间好了，也是完全能操作的。闪现躲过去，二技能一开拉过来，一下大招大招大招演示，直接拿下。啊，新英雄在传送啊，便宜起手拉过来。海月这个英雄，他就是顺风的时候拉谁都能杀，但逆风，你像他六级我八级，他拉我这怎么可能打得过吗？尤其我还是老父子，单挑非常强势啊，他拉我那必然不可能打得过。传送出去，木兰等待多时了，但是也不妨也把海月拿下。别慌，还能操作，兄弟们还能操作，走位躲个中间，一下拉过来吃口药。哇，药吃晚了一秒钟，但凡提前一秒，我觉得应该就能把这个木兰反杀了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打木兰在他中间的时候动手，你看他推人是没有用的，等他切心剑直接把他拉过来捆住，对吧，他打不过的。只是一般的木兰都比较谨慎啊，他不会轻易在你面前使用重剑。如果木兰在你面前重剑轻兵，那你不要犹豫，这个时候就是杀他的最好时机。这队友怎么还发起投降了呀，真是的，先拆盖他，稳定一手军心。全队四个人头，我三杠一杠一，那复兴这把的重任必然是在我的身上。大招拉开，极限二技能减伤，他重剑拍我是没有伤害的。打团了，张飞开大，摆头躲一下，直接就把飞给捆住，拿下敌方打野，身后空无一人，我直接闪现上去再杀张飞，就你个萌呀，我直接二技能刷出来，然后啊，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你不能走，操！不是这咋传出个海月呢？我真的，哎，又是逆风局，算了，守一下吧。精彩的比赛，值得尊重的对手，值得。